说，你如果一昧的去怕这个死，怕老，你的生活其实是灰暗的啊。你一定是面对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自然规律根本不可抗拒啊。你一定，你就是老了，你就是有皱纹了啊，你就是这个体力不行了啊，或者是身材也臃肿了。但是呢，这是你抗拒不了的，所以你要用积极的心态去对应它。